喺嗰個網上 exercise 50啊 ，present continuous 留意 present continuous 係 be 加 ing，OK、okay, be 有咩動詞分幾多類？動詞分三類，第一類係 be， 第二類唔係 be， 第三類 modal verb， 第二類動詞要識 do、does 同埋 did。第一類動詞 be 其實 be 係好好用嘅，仲記唔記得 be 可以加 ing？B 可以加形容詞 ，B 亦都可以加 PP 轉成被動句 ，B 亦都係跟名詞，一二三四四個情況 ，B 加 ing，B 加形容詞 ，B 加 PP 同 B 加名詞 ，B 加 ing，ing 唔係動詞，即係動詞已經轉咗做名詞或者 present participle 啦 ，present participle 會好啲嘅。B 加 ing 真正的動詞是 B， 你做的時候不夠位後面間條線，你要判斷這個 B present continuous 的 B 加 ing 就是講 is 係馬跟 ing， 數唔到當單數咁咪 is spoiling。The sun is rising， 個 E 唔開啦。It is drowning， we are drowning。每一個答案最少。應該是見到兩粒字，如果你得 ing 嘅話，即係你個動詞唔見咗，即係錯。你一取消 be 嘅話，就即係嗰個句子係冇動詞，就係錯嘅。我再講多次 ，is am 跟 ing is am 先係動詞，而呢個動詞係第一類動詞。Exercise 50同 Exercise 51就係咁簡單，加油！